透过电工所今仔日再度邀集地方的善心人士甲企业，伫咧新年头旧年尾时阵，联合举办一项送爱心的大型活动，要帮助地方的弱势民族来过好年。店长陈庆祖就表示，希望讲这项寒冬送暖的活动，会当抛砖引玉，和社会充满着爱甲温暖。透过电工所今日高速广场再度邀集善心人士甲企业，做伙来举办寒冬送暖的活动，协助地方的弱势家庭也会当过一个好年。咱今日去所举办的是这个寒冬送暖吼，啊，咱透过电工所啊，你每一年，你这新年头哦，新年头旧年尾，拢来举办着这个寒冬送暖，来关心着咱吼地方上这弱势吼这朋友啊，以及这基层户吼这朋友啊，结合着咱地方上。哦，即善心人士啦，即企业个人啦，哦，啊来帮忙即咱即技师机构，互因一当同款一当过一个好年安尼，啊，而且感谢咱吼所有即善心人士，哦，啊恁的善举，我相信每一个哦，咱即接受帮忙的即哦技师机构，即弱势朋友，伊拢感恩在心。今仔日做伙来做好事的单位，除了地方的善心人士甲企业以外，佛教、甲天主教以及基督教也拢提供物资来斗三工，展现宗教这些爱心。哦，咱土库镇吼，电工所每年来办这个寒冬送暖吼，是非常的好啦吼。啊，咱土库吼嘛，足侪善心人士吼来甲咱支持啦吼。啊，希望吼咱各单位吼，即个吼会当继续甲咱支持吼。透过今年的寒冬送暖活动，善心人士甲团体总共有32个单位，各自发放物资来帮助弱势家庭，让每一户拢会当收到几包地日常用品。我感觉这工作足有意义的啦，啊，帮助一寡即个袂当过的人哦，来度过这个新历，这个过年啊。我今仔有这阿弥陀好做，就是大家众人带我，所以讲我摕一寡即个白米吼。出来回馈哦，这个社会。透过电子行固定举办的爱心活动，协助的对象不止给收入户，社会边的户也受到帮助。今年拢做协助195户的弱势家庭。记者余炳伟采访报道。